这儿我们来选瓷砖儿，主要是选颜色跟那个规格哈。眼睛都看花了，在里面转了一圈儿，把眼睛都看花了，各种各样的颜色全部集到一起。小杜现在已经变成了那个选择困难症，他已经不晓得选哪种颜色了，因为那个花色太多了。不要管我觉得哈，只要你觉得。你不喜欢里面有灰掉了，那你就要纯白的哦。我还是喜欢稍微偏白一点的。128055。哎。千挑万选，走了半天。我没算面积的，那是你自己选的，不要后悔哈。彩虹啊，彤彤，彤彤喜不喜欢那个颜色？喜欢。妈妈喜欢，她都喜欢。其实就算是那个也无所谓，那个稍微带点。哎，你要确定好，你不东想西想的啊？啊，最终选那个颜色。我们天天给别一个装房子，看了很多瓷砖，结果来到自己选的时候都不晓得选啥子了，纠结了半天。东看看西望望，看了看那种又觉得那种颜色好，一会儿觉得那种颜色好，说不清楚。哎，反正都是他说了算，我说了没有。选了半天，他还是不要灰色，还是要白色的。他爱干净的，我说你比较爱干净，非要选白色。刚才的颜色又取消了，要那种颜色。好了噻，那就这么决定了，啊，走吧，走归。现在我们又来到工地上哈，因为我今天考完了，带我那个租的那个房子的钥匙，下午还要回去一趟，好烦。啊，我的空调也安好了。好，厕所的墙都已经砌好了哈。外面那个快了，外面那个只是玩的墙。彤彤，现在看到是不是乱糟糟的？再过一个月把它给弄好了哟，哈。今天领导过来视察工作。嘿嘿嘿嘿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我们家最大的领导。回到老家，我爸跟我妈都是最大的领导，在我们家你就是最大的领导，哈。他今天把那个砖呐、门呐、那些东西都选好了，他再过来再看一眼，确认一下最终的方案。然后，客厅里面全部铺那个地砖儿，卧室里面全部铺那个木地板，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。一个家里面的东西，都是要媳妇儿做主。因为他在屋里面待的时间肯定比我们在屋里面待的时间长些多些，我们白天在外面跑，就是晚上回来在房间里面睡个觉，喝个茶，就稍微做一个休息而已哈。但是他在屋里面煮饭啦、打扫清洁啦、洗衣服啊那些，在屋里面待的时间比我们长些，所以大部分的东西都要他来做主，毕竟他待的时间长些嘛，对吧？
尊重他的意见。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拜拜。